把新盖板摆放上去，判断尺寸造型是否合适。我们发货前底座是提前安装好的，千万不能将其拆散。如果底座已经散了，请按如下装上即可。把底座膨胀子沾下水，用力把膨胀子塞进安装孔中，完全塞进去，与马桶面持平。用螺丝刀拧紧螺丝，不要完全拧死，把握在九分紧左右。底座可以360度旋转和前后移动。把底座调整好位置，把盖板对准不锈钢金属杆完全插入，调节盖板至合适位置，用螺丝刀将两个螺丝完全拧紧，因为螺纹密的关系，所以拧紧过程相对比较久，直至底座不会移动为止。双手按下两个按钮，不要松开，往上平衡提起，将马桶盖卸下来，将两个不锈钢装饰盖套上去。把马桶盖插入底座，完成安装。盖板需要插入底座安装好后，才有缓降功能。